学校有什么地方改变了？没有觉得什么地方改变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有在学校的花台种植物。那你觉得？种仙人掌？没有种仙人掌，不过我们有在种芦荟。对，那你觉得这个改变有什么好的地方？我觉得会可以进行光合作用。虽然我不知道芦荟可不可以进行光合作用，但种植植物很好。哦，好，那你觉得这个计划好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